看看这馅儿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做的是酱肉白菜馅包子，来用心做好菜，吃出健康来。上个视频我们做的酱肉啊，炒白菜，把这个一斤面放上六两水温水，放上五克酵母啊，这样卸开。然后呢，这里少加点糖啊，让它扒得更快一点。要是喜欢的话呢，还可以少放点猪大油啊，放上点猪大油呢，蒸出来这个包子不仅仅是白，油亮油亮的啊。咱们也试一下啊，看看这些大致15克油，哎，把油化开，把面呢和成大面絮状，用拳头啊这么压折压折，然后再揉成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。第二遍了啊，直接就这样开始扒就行了啊。大致现在的气温好啊，有半小时就能差不多好了，一会儿见。白菜呢给上半斤，看啊，先这样切，我速度快一点，切成筷子头丁啊，换句话说就是别给切太碎了，没有了口感就不好了啊。哎，这个放上盐一杀，杀上10分钟就可以包馅了。来，朋友们，咱们看一下啊，现在加上盐这些，拌一下啊，腌制8分钟至10分钟就可以。好了，接下来看这面，朋友们啊，把咱们的肉看一下，这个12个小时了，入味情况那你就不用说了啊，应该说非常达标了。看看这里这么老些香料啊，这味儿100%合格。另外你看一下这个颜色，必须酱红色啊，看这么样切啊，要比筷子头丁还要大一点，太好。切成丁，要这是口感有嚼劲儿啊，切成大颗粒才好，哎，这样才好，看看，哎，这样才行。不用这么搓搓，稍转一转，别杀过劲儿了啊啊！哎，这样就行。现在呢，加上水，把这个盐给它洗出去。哎，然后呢，把切好的肉丁拿过来，看啊。把水分啊，这个可以用用力，别断十分干啊，这样就可以。这个地瓜粉啊，打好焯，先泡，泡上2个小时，然后呢，放到热水锅里煮上2分钟，让它飘起来就可以啊。这个不要剁得过碎，朋友们。勺呢烧热，加入40克油，放入葱姜，加上酱啊，东北大豆酱，哎，这样就行了。不要给太多这个酱啊，但没有酱还不可以，这个香味上不来。把酱炒出香味，加入酱油，生煎，下入粉条，鸡精，上许点黄酒，
黄酒20克，25克都行。少来点老抽，再加上点花椒面啊，不加花椒面这个料香味上不来。你加这个花椒面那这个酱这味的味料呢，让这个酱肉的味儿更浑更厚实，这样就算是调好了。一会儿呢我们现包啊，现调这个馅现拌就好啊。现在看看我们这个面啊，发成2倍这么大就可以，先给它排排气儿，看看，哎，非常不错的发的，看到这个程度就可以。然后呢用面刀或者这个切菜的刀都可以啊，个头要大一点，我们这个吃就要吃这个馅儿啊，面皮呢要大一点，里面的馅儿呢能多装一点。看啊，把这个面这样一放一个啊，团成小馒头形，下面这个收口要小一点啊，然后这么一摆放就可以。好了，一会儿见。大一点的啊，现在呢把这个馅调一下，哎，你看那个白菜啊，你看那个白菜搅完以后上来那个颜色酱红色就可以啊。现在呢开始打馅儿，往里压，现在看捏啊，圆的哎，把这个纸想法都给它立起来才好看啊，这样哎，菊花形放到这个位置，松弛个15多分钟啊。来，朋友们，咱看一下啊，直接下锅就行啊，让它慢慢开上来，掐点15分钟就可以，焖了3分钟了。来，朋友们看一看啊，哎。看看看看这馅儿啊，哇哇，看看这馅儿够大够大够实惠啊。这样加上点干货，非常非常的松软，香度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啊，酱肉本身就是香，酱香浓郁，咸鲜适口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有什么需要的话呢，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，谢谢诸位观看。